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波浪步，原地波浪、前进波浪和后退波浪。开始，三个奔跑，然后脚跟、脚尖、抬腿，脚跟、脚尖、抬腿，这是往前的，你往前走的波浪步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原地波浪，一、二、三，脚跟、脚尖就在原地，脚跟、脚尖原地。脚跟脚尖原地，这原地波浪步，然后后退式波浪步，一、二、三，脚跟脚尖，脚跟脚尖，脚跟脚尖，往后退啊，往后退就是，看，往后退，看下背面的，三个奔跑，一、二、三，脚跟脚尖。往前，脚跟脚尖，往前，脚尖脚跟，往前，脚跟脚尖，前进波浪步啊，然后后退波浪步，一、二、三，脚跟脚尖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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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退的时候往后奔，就前进的时候往前跨步。然后原地呢，就是在原地不走，看一下原地的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脚跟脚尖带地，脚跟脚尖换脚，脚跟脚尖踩下去同时脚抬起来，脚跟脚尖踩下去抬起来，啊，听一下音乐。